北市井南港分局在土营南港分行进行安全演练，两名远景 cosplay 近期热门动画《间谍加加九》角色黄昏和安妮亚，爆笑画面在日本网络疯传，吸引超过400万次观看。不要戴口罩，我看你，不是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去哪里加班？就可以了，你就这样知道。可是呢，就
这个保密伙伴工作一定要很乱，脑海多资料，一堆美食资讯，早就知道要拉美食的，可是我好忙，出面应对公司各个相关东西，这次要做好了，弄到很累，实际上都是很轻松的事情。然后每次呢，就这次只要有人要推脱时间的时候，那方便请你帮我，然后就说不是说不要，他说可以啊。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，好，那如果说你呢，你是能够做的是，如果对方举起OK会打枪，你的这个报告或者你要怎么办？哎，这个也有方法，三阶段啊，你不能第一版就给他抄嘛？为什么？你觉得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，说不对吧？这是也是要调一调，白板调一调，而且呢，这个字要不够大啊，叭叭叭讲一大堆，这时候你说哎，最完美的这样子专业呢，你就觉得很高兴，你又来，你把自己看得更高了，能力很强的，一定会被问嘛。所以第一版一定要做烂啊，然后被退回来合理，这么烂肯定会被退，这么烂就说好的人可以了，但是他怀疑那么烂，你还没付钱，下一次我可以做到更烂了，对吧？第一版被退嘛，很合理嘛，重做啊，之前答应干嘛嘛，这个字都看不清楚啊，重做 ，OK， 其实因为这么烂。对不对？你早就已经弄好本来就好的东西，所以很简单，以后的就是这样，用你的能力就跟学生一样，本来可以做好的你先做一把，然后接下来呢再做两把很烂最烂的那个先丢出去，然后对方说什么东西重来，好，然后这个人好不努力，就这样，然后马上给效率太高，然后就说我要闭口忙看电视啊，不啊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别人说你什么都忙，超忙的哦，我会尽量把那个报是报表吗？哇，你好不容易弄懂什么叫报表了，就是很努力想要做好，就接下来又被退，又被退，那这些你给的合理吗？因为第三版其实你自己的作品，对不对？那第三版给他，那对方说啊，算了算了，交期也差不多到了啊，而且我觉得你很努力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自己才知道报表这两个字怎么写，可我也是会有恻隐之心嘛，说你才看到你愿意一直调整，这个心就很重要了。殊不知你一开始就做好。了解吗？再教给大家一些方法。有时候，如果主管的伙伴在跟你面对面沟通怎么办？来，三个原则。第一个，各位帮我念一念，叫做只听不说。只听不说。有时候客户跟主管，他其实不是在说话，他只是在骂你。骂人的人最讨厌两回嘴。啊，回嘴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只要听就好，不要逼。他说：“哎，不是啊，主管问我问题啊，你再认真想想，那不是问题。”你就是被骂，他没有要问你问题。比如说好了，这报告做成这样，这你做的报告吗？能看吗？这句话不是问题哦。没有没有，你被骂了，你已经被骂了，已经被骂了，能看吗？一只手来，接大人告诉我。对，没错，只是主管会一直说，其他意思是不能看。可是主管还说能看吗？然后这还好。引诱你回答，这么你这样答什么都会被骂。你说呢？我觉得蛮好看的。北齐哦，对，这北骂了吧？因为北齐还不会回答这句话，北齐是很什么叫做北骂？就是被呛回去说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那一定会被骂，对不对哈？然后有些人就回答说，好，那觉得好不好看？我觉得不好看。下一个问题来了，那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？看似好像是个问题，那有就开始想他了啊。那是因为呢，我最近工作很多啊。那是因为我还不懂这该怎么做，你再找理由，至少找理由给我不行啊。所以说，这个时候不要回答。OK， 为什么要做东西？对不起，啊，就先对不起再说。OK， 好，你要怎么怎么跟客户交代？又是问句，对，如果你回答了，那就没有交代啊。你说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应。回来就不对，因为那都不是问题。来，谁看看旁边的，跟他讲哈，有骂你